我就看着救出一个来，在那穿出一个，由那儿由这堆下来就躺在地下了。嗯，他躺在地下。躺在地下，他说：“给我赶紧给我送医院吧，送医院吧，我不行了。”自己爬出来了吗？不是，几个小伙子给他那儿把他掰开给抻出来的。那就是当时是没有灭火，大概也就是五分钟，五分钟就火就灭了，就灭了。那火水龙头，我从窗户我这看上，哇的浇那火一出来。走吧，看一晚上困死了。这里边通风特别差，没有窗户，窗户都被好像是封住，就有一个是通道。给我们的唯一感觉就是热，那点儿坐了一会儿的汗就流下来了。空调什么的开着，基本效果不那么太明显。哎，那老板呢？